剧本杀清了，谁也别问了，我也不回答了。谢谢老魏。老魏，这个那是大的。你吃鸡翅吧。吃，我还有一口，还有一口嘎。还有一口嘎。一口扒掉。一口吃掉，一口。那这个虫。这个虫没这样。我不喜欢吃。哎，看我儿子脱骨头了，真厉害，真厉害。以前没有，今天有的。什么？以前没有，今天有了，啥意思？这个以前没成功，今天成功了。今天成功了。这么厉害？我们一天有两天吃，我们一天拿着小点的。我不吃上，别对我了。哦，等我想吃的时候自己拿是吗？再来一个。再来一个。成功吗？嗯。他在我们以前老家的那个小区里。嗯。以前那个家的那个小区里。果蔬片没有。吃个虾好嘞。真的谁帮你干？嗯，我妈，白天她就上学，然后到晚上的时候，我妈哄着她睡觉，我妈再来，明一早的话再再送她上学，然后我妈再回家。没离婚了，她也不会离婚，就别撒清了，就别问了啊。在老家住，她老两口，然后很少就是跟着她妈。我没离过婚，平时运动嘛，晚上算吗？晚上那个运动算吗，老铁？你要算吗？儿子跟我姓吗？他爹也姓赵，我也姓赵，所以我们儿子也姓赵啊。一个在赵庄，一个在赵楼。啊，一个在赵庄，一个在赵楼。你看，我儿子都跟你们说了。什么手机？应该是把你当程程，当程程了是吧？我跟程程长那么像吗？真的是，那时候谈恋爱耽误了。那时候你初恋，是有点冲动了啊。你弟叫啥？我弟叫赵鸿飞。我最喜欢你的发型，我这有啥发型啊，老铁？就扎个揪揪。